曹五叔利用大型的戏红啊，弹出一个粒糖啊，让现场的小朋友拢非常欢喜。这是传统戏剧文化中的天官赐福的祝贺语，伊只就是为伫民雄乡的表演艺术中心三味堂创意木偶团队，就是进驻伫遮。这次嘉义亲子艺术节，每天大概都会涌进3000名以上的游客，都是爸爸妈妈带小孩一起来玩。那三味堂本来就是进驻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，然后平常就有很多游览车的游客来看。那这次是吸引了嘉义在地大批的大人带小朋友们一起来玩。那很多乡亲都说他们之前都没有进来过表演艺术中心，不知道这里这么大这么漂亮，之后就会一直来玩。所以亲子艺术节今年第二季一届做的比一届还要大，然后每天这样子，我像三昧堂这边就有布袋戏的演出还有气球造型教学，还有春阿辉的教学每天都有活动，然后加上园区有各个团体78场演出，35场工作坊，热闹滚滚。所以很多乡亲是因为没有看过这地方有这么多人特地进来看，这不真的是嘉义县非常成功的一次的亲子艺术节日。伊今年度的庆祝艺术节，三味堂嘛做伙来演出，以及春阿辉工作坊。三味堂每一件演出的时阵，着小朋友拢会相当的期待。三味堂平时嘛会伫民雄表演艺术中心举办中式的展览，欢迎喜爱布袋戏红啊的朋友会使来遮参观，近距离欣赏遮精美的戏红啊。谢谢新闻中心民雄乡彩虹报道。用海水煮一碗用情意，用雨水泡一个人情意，用露水冲一杯暖心意，甲伊你的弟弟相亲。加优先，你有介意无？你嘞？Thank you.